嗨，宋烨，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你赶紧去洗漱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就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。这怎么行？我都安排好了，赶紧去，快去。还这么闷不乐？你不问我和少谦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情侣之间逃不过四个阶段：热恋、平稳、争吵。那第四个阶段呢？第四个阶段不是结婚就是分手呗。结婚，分手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无论是结婚还是分手，你都会很高兴。如果你结婚了，那你的幸福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如果分手的话，那对我来说是不是更高兴？算了啊，你要是再不笑，我都快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同学，我希望你能开心起来，对自己好点。红叶，你知道红叶传情的故事吗？据说，只要你把喜欢人的名字写在这个上面，那这个人就会一直爱你，一生一世都不会变。不会再受你摆布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说说吧。我不是要让你爱上他。对不起，先走一步。对了，我约了同学一起去旅行。等等。
也需要用点伤。哟，你们俩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听说你们俩企图抛下我跟胖子单独去旅行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没有，我们就是临时决定出去走一走就回来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咱们一起去吧。好啊好，我们一块儿去吧。什么？你们也去啊？对啊，难道你嫌我们俩是电灯泡啊？没有。咱们一块儿去玩嘛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嗯，走。别不开心了，我还给你当司机呢。走。哎，胖子，你说他们俩说什么呢？怎么说那么开心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从刚才就阴阳怪气的，你忘了咱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记得，他是同学嘛，别让宋毅那小子得逞。对啊。可我就纳了闷儿，你到底是在看同学还是在看宋毅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别动手啊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这么说了，懒得理你。你要不去，我自己来。废。哎。说谁废物呢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宋毅啊，你看哈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你吃醋了？没有，你不知道，月莹啊，她真的。真的什么呀？她平时就是个没分寸的人。整天吵吵闹闹，咋咋呼呼的，有的时候做出来那些事儿，哎，真让我为他担心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我真没吃醋。同学，你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吗？如果你爱一个人，你就不愿意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，不忍心让他生气，不忍心让他难受，不忍心让他受累，即使有一天去死。我也会一个人独自离开的。月莹能够遇上你，真的好幸福。不过，你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月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是知道的。其实，她的意思是，我明白了，是我。太小心眼了。我知道你的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你跟你老公一直跟着我们，是不是怕我欺负同学？没想到，看你平时笨头笨脑的，其实你还挺聪明的嘛。我那叫大智若愚。好吧，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也告诉你。还有秘密？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哎，你个大骗子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。眼泪滴在心的上面，一点一点累积着爱你的体会。如果痴心不愿后悔，这是种幸福啊，是种宿醉。世界在变，谁能打造永远？总让我在心里。
天天恨你千万遍，再容易我看着你依旧的容颜，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。我也心上一抹雪，回头心上。